绝对反对这个对会中心哦，伫阮这个清粪中心哦，伫阮八老爷设立啦。阮长期以来啊，阮的里面啊，饱受居民之苦啦。阮就是定咧饮水啦，阮饮水已经足可怜啊，真啦，搁要叫阮鼻猪屎啦、鼻牛屎啦、鸡屎啦，你叫阮的里面要情何以堪啦？阮毋是二等公民呢，阮有咧纳税金呢，阮是支持咱的黄市长的呢，阮拢全力咧支持呢，所以市长拜托你咧听着阮的心声。阮的生活品质爱敢照顾，你若要叫阮鼻牛屎味，阮已经啊长期受着这个痛苦啊，竟然，搁要叫阮鼻猪屎、鼻牛、鼻鸡屎，安尼是要叫阮安尼生活，你要叫阮八老爷袂喘呢？希望市长、希望科长，你有听到阮的心声，啊，慎重处理这件代志，听到阮的心声啦，唔好讲哦。人别位拢无来啊，白河、安定、青年，因大家拢无来，特别杀对阮八老爷来。阮毋是二等公民，毋是人无来，阮都爱接受。这些的这个粪便哈，因为它毕竟跟牛粪是不一样的哈，那它不管是味道之外，还有很多重金属的问题啊，这都必须是我们要考量的。那最后必须要再跟各位乡亲报告的是，这个案子一直都还是在规划研究的一个甄选的一个部分啊，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定论哈。那农业局的畜产科跟农业局的长官，还有我们市府的长官也都很重视这个案子，那也都会继续在研究评估哈。那并不会，大家亲身也都会听到，那将来的最终的一个处置，到底是研究中心设置在哪，堆肥场设置在哪，这部分我们都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定案。